哎，我这么打一个小时，所以你们都咋练的？你们是在这儿？练得真爽，一身汗。所以说，你看现在有一种状况，就是练内家拳的人，一个人动手就是王八拳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？还是规矩没上身。你规矩上身了，一动手就是这，你看这都合得很紧，对不对啊？别人的一来拳，往你的一合的一磕的一拳就干脸上了，你何必还要这么去打呢？对不对啊？你要真上身了，你要我这么去打，他也不会啊，对不对啊？把你练习惯了，一看前面就是人家这拳在当当当当当那么打，你练习惯了，你看，哎呦，你别打我，你完了，一个硬桌子人趴地下去了。所以这些东西，说说后天反先天啥意思啊？你通过后天的这些合硬珠啊、劈拳啊、胡术啊、那个马形，你这些都是后天的训练，反正啥呀？反正自然而然叫什么？先天叫什么？叫拳无拳，艺无艺，无艺之中是真艺。懂吧？而且呢，你还不能故意为之。好多人就是练什么拳，他都，你比如说那个太极拳讲松、柔、软，他就上手他就开始，哎，你这就是故意为之，懂吧？你等着你像那个大成拳那些东西，你他自然出来的。你说咱有的人他没练，他就开始，你看，所以说真和假就。就在那一点点，真可能你通过三年两年练出来的，假你三天你就练出来了，然后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很聪明，这传统武术有啥呀？我三天我就练会抖掘筋了，你那是假的，兄弟们，对不对啊？